剪一般从第一个开始是修剪耳朵和尾巴，然后北京犬种首先要帮它的耳朵去修剪和尾巴去修剪，然后尾巴的造型及清理比较容易，所以说修剪耳朵，减少耳道，从剪尾造型开始，然后我们把尾巴的毛稍微可以剪短一点，因为这样子的话不影响到它的分泌物排泄，这样比较容易干净。修还要注意它的耳道，因为它的耳道是盖下来的，然后周边有毛发，所以容易经常引起耳垢，所以我们经常要清理它的耳朵，然后还有就是耳边的一些碎毛也要给它清理干净，防止皮肤病感染。视频小结：北京犬是一种平衡良好、结构紧凑的狗，前驱重而后驱轻。北京犬的修剪毛发，首先是从耳朵和尾巴开始，避免影响到北京犬分泌物的排泄，同时保持干净。另外，还要注意北京犬的耳道，建议经常清理它的耳朵和耳朵旁边的碎毛，防止皮肤病的感染。